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节目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名人圈的八卦新闻。大家都知道我超爱听爱情故事的，但有时候事情发展会有点复杂。中国演员陈晓和陈妍希这对可爱的夫妻，他们的故事似乎就陷入了这种状况。还记得他们童话般的婚礼吗？最近坊间开始有一些风声，谣传他们可能会分手，这段看似完美的爱情是否真的遭遇了困境？陈晓和陈妍希真的要离婚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试着分辨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。好，为了让不太清楚状况的人了解一下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。陈妍希和陈晓这两位中国当红明星，在2015年因为合作一部电视剧而相恋，这根本就是偶像剧情节嘛。他们在一部古装剧中饰演一对经典情侣，结果戏里戏外都擦出了爱的火花。他们的爱情发展超快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订婚结婚，还生了一个儿子。说真的，这简直就像电影情节一样，是一见钟情的最佳证明，或者应该说是一见倾心才对。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幸福，那么相爱，就连我这个 cynical 的老主持人都忍不住相信童话故事是真的了。但是就像我们都知道的，人生不像童话故事那样单纯，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爱情，还有他们如何在公众的目光下保持真实的自己。他们的婚礼是一场盛大的庆典，吸引了无数粉丝和媒体的关注。他们的婚姻生活也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上，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甜蜜和幸福。他们的儿子出生后更是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，他们经常分享家庭生活的点滴，让人感受到他们的真诚和温暖。这对夫妻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在家庭生活中也同样幸福美满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不仅仅是浪漫的开始，更是需要经营和付出的过程。虽然他们的生活并不总是像童话故事那样完美，但他们的爱情却是真实而坚定的。这就是他们的旋风般的爱情故事，一个充满激情、真诚和幸福的故事。时间快转到现在，谣言四起，关于他们感情生变的消息已经传了一阵子了。有些人说陈晓看起来很冷漠，眼神不再闪烁，也有人目击他没戴结婚戒指，大家都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征兆。更糟的是，还有人说他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我对于这种指控都会持保留态度，毕竟我们只是旁观者，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私底下的状况。但尽管如此，这些谣言还是传得沸沸扬扬。不过事情还没到绝望的地步，就在你以为他们铁定要离婚的时候，新的消息又出现了。据说有人看到陈晓和陈妍希在一起，而且看起来就像是一对恩爱夫妻。有人看到他们带着儿子在公园里享受天伦之乐，甚至由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士出面辟谣，表示他们之间一切都好。他们声称陈晓和陈妍希仍然深爱着彼此，离婚之说完全是子虚乌有。所以我们该相信谁呢？第五部分，聚光灯下的生活，媒体狂潮与公众审视。身为名人真辛苦，感觉就像住在鱼缸里一样，一举一动都被放大检视，每个表情都被分析。当然媒体最爱这种八卦新闻了，到处都是关于他们婚姻状况的猜测报道，社群媒体上也充斥着各种流言蜚语，粉丝们的意见分歧，有些人表示难过和不敢置信，而另一些人则相信谣言是真的。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真的很不容易，尤其是当你想保护自己的私生活的时候。第六部分，沉默是金，当事人的回应，或者说没有回应。到目前为止，陈晓和陈妍希对于整件事都保持沉默，他们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任何传闻，这当然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。
有些人认为这就是婚姻出现问题的证据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隐私，这就是典型的不予置评。在名人八卦的世界里，这种沉默往往意味深长，但这也是他们的权利，他们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解释他们的私生活。尽管如此，这种沉默还是让人觉得很震惊，你不觉得吗？这对夫妇的沉默引发了更多的猜测和讨论，许多粉丝和媒体都在等待他们的回应，试图从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中找出蛛丝马迹。然而，陈晓和陈妍希似乎决心保持低调，专注于他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。这种选择可能是为了避免更多的误解和谣言。毕竟，名人的生活总是被放大检视，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被过度解读，所以，或许他们的沉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，一种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方式。但无论如何，这种沉默确实让人们更加好奇，期待着未来的发展。第七部分，成名的代价、臆测及其影响。这整件事凸显了成名的缺点。想象一下，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大检视，你的感情生活被陌生人品头论足，每一个微笑、每一个皱眉，甚至每一个无意间的动作都可能成为头条新闻。难怪名人都那么重视隐私，无止境的猜测、谣言和批判，这些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这些负面报道不仅影响名人的心理健康，还会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。那他们的儿子呢？他还只是个孩子，却要在镁光灯下长大。这些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面对公众的关注，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心理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我们必须记住，名人也是普通人，他们有自己的感受和家庭，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同情，即使我们很想知道所有的八卦细节。让我们试着从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，给他们一些空间和理解。第八部分，聚光灯下的爱情、婚姻与亲子关系。陈晓和陈妍希的故事并不少见，名人夫妻总是面临着各种谣言，成名的压力和持续的关注，即使是最坚定的感情也会受到考验，再加上孩子，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。但这也提醒我们，爱情和婚姻是一段旅程，而不是终点。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，人生都会有起起伏伏，重要的是彼此沟通，互相扶持，共同面对挑战。第九部分，叙事的影响力，形塑舆论。有趣的是，舆论风向的转变速度非常快。上一分钟，陈晓和陈妍希还是婚姻幸福的典范，下一分钟，他们就传出要离婚的消息。几张照片，几个谣言，就能轻易地影响舆论。这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是多么依赖猜测和臆断，尤其是在谈论名人的时候。我们并不认识这些人，却自以为有资格评论他们的故事和私生活。这就是我们这个迷恋名人的文化中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。第十部分，真相大白，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。那么，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姻状况到底如何呢？他们真的要分手了吗？还是依然恩爱如昔？老实说，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。也许他们会出面回应谣言，也许他们会继续保持沉默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只能静观其变。也许我们可以趁机学习如何尊重他人的隐私。毕竟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也不希望别人对你的感情指指点点吧。第十一部分，向前迈进，关于爱情与隐私的启示。陈晓和陈妍希的事件提醒我们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传闻，尤其是来自八卦挂杂志和社群媒体的消息。感情的事情很复杂，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别人的私生活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每个人都应该有隐私，名人也不例外。成为公众人物并不代表他们就放弃了拥有隐私的权利。所以，让我们试着多一点尊重，少一点批判，更不要随意八卦，好吗？